2014年的6月16号检查出来的，那个有，就是在北京的航天医院，航空航天医院，乳腺科检查出来的，就是得的乳腺癌。我当时一屁股就坐在地下那个凳子上，我简直是就是欲哭无泪。我就没想到我怎么能得乳腺癌，因为在这之前，我的外甥女儿就是，36岁乳腺癌走了刚2年，那个时候又轮到我头上了，我真的是欲哭无泪。一开始我妈妈没告诉我，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我老婆刚刚怀孕，然后呢也没有告诉我。后来呢也是，打电话的时候无意间说出来了，就跟我讲说可能得了乳腺癌。然后呢，当时我听了以后，我整个人就懵了，有点就崩溃了。后来呢，那心里特别难受嘛，当时就自己躲在房间里面就在那哭啊，好难受。我感觉有点不可思议，因为我妈妈从小到大就是对我就特别特别的好，就是，而且她这个人呢也是比较很善良。我觉得一个很善良的人，他不可能说会得这样子一个病来去惩罚他呀，或怎么样？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。一般的人呢，当得知自己突然得了很严重的病，甚至说不治之症的时候，他会本能的一种惊慌啊。恐惧、害怕，或者情绪啊，极为沮丧、懊恼，他不去接受这种事实啊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对于一个佛弟子，你首先从因果上，你要深信因果，深信因果，你就能接受这个事实。你认为你现，你是个善人，这一生没有做太大的恶事，那只是你主观的认为，你这个。所谓的善意那个标准都不一定正确，所以啊，你深信因果了，那你就会心里会很坦然的去接受这个事实，穿刺穿出来也是浸润性乳腺癌，我这个时候我就相信了。在我很无助的情况下，家里人都背着我哭，但是我是不哭，我就总是想我怎么样才能好。就也有做过最坏的打算，因为我也很怕嘛。因为现在这些人基本上就是听到癌症，基本上谈癌色变这种，都很害怕的。后来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不信佛，但是他妹妹信佛。我原先没接触过佛法，他的妹妹那个在我们那块有一个就是学佛小组，天天每个礼拜天去学习。然后我这个梦姐她就告诉我，她说东来你去信佛吧。我看我妹妹信佛信得挺好的，你这样式的信佛对你的病也有好处，心态会很好。我说那好啊，她就把她妹妹电话给我了。给我了之后，我就找到我们那块的军工大厦。有一天我就，她就告诉我地址，我去了。我一到那一看呢，人家学习的氛围非常好。然后我不是有病化疗嘛，我坐不了，我累啊，就在那有个沙发让我躺在那儿，他们在那念佛念普门品。10大愿望，我就在那听，这也是一种求生的愿望嘛。我就相信，就是信佛，念，阿弥陀佛、观世音菩萨，我就，但是我那个时候我有感觉，我一念完以后，我心里特别舒服，就特别舒服，特别舒服。我不知不觉就把第二个疗就打完了，也没吐，就像人家打红药水就吐，我根本连吐都没吐过。一口都没吐过，一在那打针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就念，别人说话的时候我就意念，没人说话的时候我自己就闭着眼睛默默的念，就感觉就特别好。当我化到第四个疗的时候，医生说可以手术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有点见好嘛，控制住了，说可以手术了。再一检查，肺子那个点也没有了。然后就给我准备手术台，正好我家邻居有一个那个于老师，他呢，也是得的乳腺癌。当年呢，他们学校有5个得这个乳腺癌的，他是最厉害的，最厉害的呢，那个别人都手术了，他也是像我一样，也是没手术。那个时候他已经10年了，他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也。然后我就说，那个我一跟他谈。
他也是那个信佛的嘛，我也是就决定不手术。我的主治医生说，现在手术是最佳时期，你如果再不手术，以后再犯了你可别找我。我笑呵呵的说，我说我也知道主任是为我好，但是我确实接受不了。而且我跟主任说，我说我信佛了，我相信我能好，我一定能好。一开始跟我不说不想手术嘛，然后呢，我一开始我是觉得，这个东西还是要按照医生的方案去治疗嘛，对吧？因为医生建议的话是手术，那你自己不想手术的话，我们要听。然后我也去多方面去咨询了一下，然后包括咨询朋友啊，也有做医生的，也咨询了一下，然后包括也去网上查一些资料，觉得各有各的道理吧。如果是手术了啊，外观上不好看的话，他自己心里也难过。那你想想，这种病的话，一定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和一个心情，对吧？那你说，就算哪怕手术了，真的是没有什么问题了，真的是把癌细胞什么的全部都那个切除掉了的话，他自己心里也不好受啊。不好受的话，也对他的以后的病情的一个发展呢和稳定啊，就是也没有什么好处。那索性我就说，你遵从你自己的心意吧，自己的本心，你确实不想手术，那我们就不手术，对吧？我尊重你的意见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我说那我出院不化疗了，也不手术，那就结束了呗。他说那你化疗，那个一个人只能化一年就化八个疗，你只能结束了，就这样回去养。我说有没有别的办法？后来我听说放疗也可以，我就去找医生，我说不行我就再放疗吧。医生说也可以，他就给我写了个条，找那个放疗科的主任，又给我接着放了35个疗。放了第25个疗的时候，就把我放倒了，确确实实就是整个这个乳房这一块呢哈，全都放掉皮了，就是烫的烫伤那种皮，就整个扒了一层皮。真的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扒皮地狱，我真的活着在扒皮地狱走了一圈，那真是一动就像刀割一样那么疼。那个时候我就躺下了8天，不能动，一点都不能动。但是那个时候我真的，我就一疼的时候我就念佛念观世音菩萨，的的确确我就能睡着觉。如果不念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疼，疼的那简直谁见谁都哭，太可怜了。整个从这个肩膀一直到这会儿，全都一点肉皮都没有，全是红红红红的，白的就是脓，红的就是血，简直那个苦太遭罪了。那个时候还不知道是念阿弥陀念的少，因为我家那个时候贴了一张南无阿弥陀佛，我看着他我就念，还有我就念观世音菩萨，南无观世音菩萨救救我，那么观世音菩萨别让我疼，我那个时候只能这样。其实也有想过很多办法，而且就是说也考虑过各种各样的可能性。最起码就是说，第一点就是说，先治，一定要治疗。那种放弃治疗那种是，我是绝对不赞同的，因为就是说，你再怎么样，都是要有哪怕有一丝的希望，咱们都要去努力的。都要去想办法的。然后而且我也咨询过，你像很多中医呀、或者说西医呀，我也去咨询过他们，也问过，自己也去查呀，然后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呀，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第一次来到东林寺，来了以后我们是中午到的，到了这我们那个时候是现在的这个圣曼楼，在那稍休息了一会儿，下午3点钟开始进行的时候，我连一里路都走不了。我来到东林寺第一次参加进行，我一下走了10个小时。当时我不知道进行是什么，是做什么，我就寻思是别的活动呢。我没想到是来走路，结果呢，2个脚都磨得全是大泡，1个脚上2个大泡。当我坐下来一看，这2个泡都磨烂了。我都没觉得疼，走了，我连一里地都走不了，第一次走了10个小时，我自己都感觉到很奇怪，真的很震惊。稍歇息了一会儿，歇了有2个半小时，又坚持一直到晚。
嗓子念佛念的都喊哑了，一天一宿都喊哑了。人啊，当遇到大的苦难的时候，他这个生死心容易提起来，他这个严厉心呀、也非常恳切。这时候呀，他这个求往生的愿，严厉娑婆心求极乐的一个愿，也就是比较深切，这样他能与阿弥陀佛这个愿力就能靠得上。阿弥陀佛名号的光明和我们自身的光明啊交融互摄，这种光明啊，就能让我们在经典上讲啊，让众生啊身心柔软，所有疾苦莫不休止，一切忧恼莫不解脱，就让我们这个缓解我们疼痛啊，这个病苦。当我念那个这个昼夜惊醒的时候，这个力量，我觉得真的不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，是真是有佛力在加持，就有这种感应。我就觉得，我真的让我自己去，让我去这么去走，别说走十个小时，我一个小时真的都走不了，就是佛力在加持我。求也那个时候也不是说求生的欲望也好，或者是怎么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我自己就是有感应。第一，我不手术我能好；第二，我到了这个道场里头，我就不知道累了，不知道什么叫累。他那时候来脸色不太好看，就是眼窝发黑呀，后来我发现他就是走路也一瘸一瘸的，病魔呀折磨他呢，就是那时候咳嗽，而且走路还瘸，那他都坚持在一直在干呢，而且就是说他呢好像是不拿自己当是个病人，他天天念佛很精进，你看他一天下了班抢着去念佛，法师讲法他都坚持去听经，去听经闻法。真的我觉得他这人性格还是很开朗的。我自己有感应，已经有了受益，我念佛化疗我没有那个吐，而且呢放疗的时候包括把肺子放成网状形，那我这个都挺过来了，我觉得真的都是佛力加持，一步步的让我走到今天。其实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他的性格改变了很多，原来呢他的性格就是很急躁，就是什么事情呢遇见什么就先急了。自从他信佛以后呢，其实很多时候他也不会去那么急躁了，这样子就性格已经改变很大。第二个就是他的一个心态，他心态呢也是变得很那种很积极，他不会去想东想西，就不会去胡思乱想，而是呢就是说一心的去念佛，这样子。第一次闭关呢也很兴奋，然后呢就是一去了我就听师父开示，听师父开示呢其实也是听得稀里糊涂，就是光兴奋了，哎呦我终于闭关了，我就知道闭关到那里头可以磕头，可以拜佛，可以那个念佛，那么我就听师父就这么讲。头一天我刚念了7万，没完成任务，完了自己还�挺着急，那就早晨3点钟就起来，完了或者是2点半就起来，先拜108，然后忏悔，像那个就是也学会了忏悔文了，先忏悔，然后就坐那念佛。等到我第4天的时候，我这个病灶不没手术嘛，这个病灶这个乳腺这块就开始局部发烧，烧得非常厉害，就是烧得我自己摸着都烫手，别的地方不烧，就那个地方热，可热可热的了。然后我就跟那个护关的师兄说了，完了师傅第7天来的时候问我怎么样，我说我挺好的，那个师傅说的，我说我就求病好，求那个让跟我一起得病的这些女性哈，得乳腺癌的都让他们好，让他们也都学佛啊，都让他们好。当得了癌症的时候不能有求病好之心，如果你放下身心一心求往生啊，这你寿命到了，那因为你往生的愿很恳切，阿弥陀佛的愿你也靠上了，这就没法接引就往生了。如果你受危机，因为你把全身心放下，
一心扛刀，也能迅速地消除业障，并会迅速地好。这是双赢的保障。我那个时候，我这个胳膊就是这样，不敢抬。我闭关出来以后，我就敢这样了。那个时候就是刚进，谁都看着我。进关之前刚有病这样，我这块就这样，因为我底下有转移点嘛，有这么大个疙瘩。那个时候就不敢，后来我就这样式的，出来跟他们演示，在一个柱子上，我一下靠直了，就很不可思议。我觉得佛力加持真的不可思议。完了出来，那我对念佛法门我就更有信心了，拿着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他们都笑我，我天天就是那样。完了，等到11月份。我回家之前，因为我的医保转到南昌了嘛，我上一回家之前我就去检查，一切都正常。我那有检查报告端的证明，一切都正常。哎呀，通过学习这个净土，我是深信不疑。因为啥呢？好多人就是我，据我知道的，有病的，这个癌那个癌，还骨头坏死的，通过念佛都好了。这就是佛的力量，佛的加持。以我们这个有的说妙不可言呢，你不可说，不可说在哪呢？佛法是真的是不可思议啊！你这个医学上治不了的，在佛法上就能解决这个问题，真的这不可思议。我母亲这个病情啊，说实话，如果说能恢复的话，确实是蛮神奇的，而且是没有经过手术，仅仅是靠这种药物啊，或者说是一个心态，关键是一个心态很重要。真的，所以说我觉得特别神奇，因为甚至说可能说是一个算是一个奇迹嘛。我非常感谢我这场病，为什么呢？我如果不得这场病，我也认识不了佛法，我更走来不了东林寺。来到了东林寺，我现在我觉得真的，人每个人都得有一个，尤其是像我现在就有一种愿力娑婆、求生极乐的那种心。特别迫切。通过这个，了解佛法，去按照佛法的道理啊，指导你，你能让你这个心啊更加的平静，更加的安详。这样你的心里，就会通过你这种心态的转换，身心是一体的，心态的转换，转变了，这个心理也就转变了，你心理啊会越来越好，你对佛法会越来越有信心，越来越有信心，你会更好的去修学佛法。这时候。今天你这个疾病会彻底以后，但是在这高的一个层次上来看，我们那就是时刻是在受苦中，所以我们要发起这个处理这种三界轮回这种苦这种心，然后往生极乐世界，就摆脱了这个世间种种的苦，最后成就大成究竟的佛果，那是大自在、大解脱、大舒服，大涅槃的成了我境，那种生命最高的状态。我非常感恩东林寺，感恩咱们的大和尚，真的也是东林寺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，也是学佛以后，给我一次重生。在这里，我非常感谢家里人对我的支持。